分分钟还能淘到稀世珍宝，那你就赚了。酸菜米粉，丽人，出来了，拿着成绩单，怎么样？你的成绩啊？满意吗？啊，还满不满意啊？啊，平均分多少 ？80s, 90s。看不懂啊，这是什么 credit？ 啊，自己好好努力吧哈。哎 ，I'll earn. I'll need 30 to graduate. I'll have 17 already. So I have more than half. 开门了已经，去吧。Give me a 5 minute rest. 快点啦，三点啦。It doesn't always have to be at the time. Or any time go in. 我知道，去吧。今天这个数学班呢，一个星期有5天时间，每次来1小时。这5天时间呢，你可以自己随意。你可以上2天，可以上3天，也可以上5天。反正我觉得我钱都交了，我肯定得5天都来啊，物尽其用嘛，是吧？不要亏了我这个费用啊。1小时时间也挺快的，我就在附近找了个小商场逛一下。这是一个奥莱摩，非常小，一行就没了。现在这洞洞鞋都这么贵了，哇，又要60块钱一对。这边好像是在扩建啊，到这边就没了。真的是没什么好逛的，我去二手店逛逛吧。偶尔还能淘到一些又可爱又漂亮的饰品，摆设品，这个蛮可爱的。分分钟还能淘到稀世珍宝，那你就赚了。10块钱的电脑显示器，这是放蜡烛的，还挺别致的。我比较喜欢在这里看花瓶，有没有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花瓶。叠叠，这是一套的。各式各样的茶壶，这个是喝酒的吧？这是用过的小家电，这蒸出来的被子啊、床单、被罩，这真的会有人买吗？我妈就喜欢在这里挑毛线，因为毛线比外面卖便宜很多，她都是打包卖的。那些老外真的不介意买二手的衣服，甚至有些大牌子的衣服都能淘得到。裙子，这些包包，我妈之前也喜欢在这里淘啊淘。感觉这里比商场的人还多，好热闹。这个小桌子蛮不错的，旁边还可以放东西呢。
来的，一个小时应该屁股都还没坐热就完了。怎么样啊今天啊？今天上的怎么样？ easy 又 easy。 你每次都 easy easy， 结果考试呢 easy 都不 easy 的。我 all for easy。 妈妈妈 hello 呢？ easy 吗？有没有学到新东西？你这个人又在翻东西了是吧？肚子饿了没有？冰箱也是一天要开个上百遍。今晚一切从简，每人一碗米粉哈。看我煮米粉。汤底已经熬好了，现在把这个捞好的米粉放进去。哇，已经捏成一团了。酸菜米粉，味道怎么样呢？酸菜粉是好吃的啊，这个面米粉不是面，江西米粉。I'm literally not doing that right now, but you do You do it too. 打工人回来了。Hello. What a green one. That's a 脱皮。晒到脱皮。怎么脱皮了？哎呦！哎呦，好恐怖啊！你干嘛不涂点防晒啊？都话嗰日原本系阴天嘅，点知佢出咗晚太阳嘅啫。一人的成绩单。每次他看完成绩单，就说下次努力，但是每次成绩单都没有进步。哇，仲有一个68分六七十。No, that's 一人，他每次都说下次要努力。喂，这个下次会努力。English 全部都82分，得翻81。啊？咁其他咧？Hey, mine's recording. Cut it. Go, people will hear it. 哪个 people? 你叫人哋知啊？哦，哎，反正是一般般啦。你要努力啲。他说这一次比上一次退步了一点。会议咧就好紧要啦，呢啲数字。每次都说下一次努力，但是只有嘴巴讲，没有实际行动。Ian did a good job. Ian has done a good job. 呢个咩 healthy？Active living 即係咩啊 ？Health 即係咩啊？